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日本的实验影片，跟你验证单摆的等时性。他就准备砝码啊，一些东西啊，计时器啊，因为要，这是我们未来我们要做的实验，我们还是要做这个实验。好，另外一个20克的砝码。好，定好一个摆长。好，这个摆长有50公分。然后呢，放个摆角，摆角就是30度。然后再继续量，量它的周期。为了更加准确，量十次去除以十。好，0.14秒。然后再做一次，我们做3遍。一样嘛，多做几遍求平均值嘛 ，OK， 来让准确一点。好，再做一遍。好，我们就做完，然后把实验记录写下来。这个是摆长50公分，摆角30度，摆垂直量20克。然后把摆长变成1公升，再做一遍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控制变音法，你要记得我改变什么，保持什么，量什么，知道谁跟谁的关系。控制变音法。它是改变谁？摆长。好，再做一遍。0.2秒，再20秒。再放快一点。他一样做3遍。好，记录下来就发现摆长越长周期怎样？越长，那有没有成正比？没有，摆长变2倍，周期有没有2倍？没有。那么现在呢，改去做那个摆锤质量的关系，再做一次那个20公克50公分的。一样做一下再做，结果刚刚前面应该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结果跟前面应该一样，30度。这个结果应该跟前面是一样的，除了零就是14秒嘛，0.14。好，这个做完之后，我们再换改变一下，改变摆锤质量，从1个变成2个，还是一样控制变异吧，控制变异吧。30度。
白脚还是一样三十度，白长一样五十公分。拍时间怎样？一样嘛。所以告诉我说，是买权这样有没有影响？没有，买权这样没有影响。阿大也会做三遍。好，就发现摆权实际上没有影响，时间是一样的，时间是一样，周期是一样的。最后就要改变所谓的摆脚大小，理论上它也可以送一个啦，但它现在改用三个，那就对照控制变音法，谁变谁不变，它用三个。然后五十公分，可是角度不一样，这一次只做十五度。三次都是十四秒，然后把角度变大，变回刚才的三十度。发现跟摆脚大小无关，跟摆脚大小无关，十五度跟三十度的时间是一样。OK， 最后这个实验，第一要记得这个实验的结果，我们叫做单摆的等时性，单摆的周期只跟摆长有关，跟单摆的摆垂直量与单摆的摆脚大小无关。第二，这个实验要注意我们刚才讲跟你讲的控制变音法，你到底知道它怎么做的？改变什么，了解什么，你要晓得。然后这个实验就是我们要去做的实验，希望各位能够做的跟他一样准啊！希望各位做一下，这是我们让他要做的实验。OK。